炒太空股不只跟契媽，最新的熱炒概念和股份名單在富途牛牛簡簡單單就找到，這個功能對於新手和經驗投資者都很有用的。大家好，歡迎收看牛牛通勝，我是 Gloria。 在條片正式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like 我們的影片，訂閱我們的 channel 和按下我們的鐘仔啊。言歸正傳，港股市場和科技股在2月高位跌下來，同期美股大彈還創新高，有些概念股還以倍數升添。這些概念股名單可以去哪裡找呢？只要在 PC 版或者 Mac 機登入富途牛牛，行情選擇你想看的市場，例如 A 股、港股。今次我們用美股做例子，再按概念板塊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炒作概念， Double click就可以看到這些概念股的名單，同一個名單的股份升跌都幾大分別噃。看看這隻先，咦，評論區有牛友這樣說喎。那在資訊區看看公司近來的新聞和消息先，不同概念納入股份的原因都有些不同，好像這些就是著名機構持倉股份， WSB、NFT 這些就會因為投資者討論熱度和新聞報導加入概念股名單。沒有 Level 2 The Level 1的朋友就沒得用富途牛牛這個這麼強大又方便又好用又無敵的功能咯。欸，幫到你，幫到你。 Level 1的朋友只要在搜尋這欄打關鍵字概念，都可以找到部分美股和 A 股熱炒概念股名單。想炒太空股看著契媽的 list 拗曬頭，不妨在這個 list 找下機會啊。今集分享住咁多先，你覺得邊啲功能幫到你，又想了解多啲邊類型嘅投資資訊呢？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哋知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